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啊分数的核对。两位七分呐、啊，哎，招了一分钟了。好了，请我们这个师傅回又加一加。鲜鱼和吃的项目的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手制一下。要玩这个。现在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鲜肉模式项目主要是体现比赛，这边操作品的完成时间是五分钟，请加油！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要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判？火候还不知道怎么办。谢谢你们出。